大娘，是的。我说闲来，我这一看，哎，主人看好别墅呀，这。哈哈哈哈哈。刚才也忙嘞。嗯。看看想吃啥呀，哥？现在杨树多呀，现在杨树少。哦。看看你。给他那啥，炸点一样炸点，给他大娘他们在市场他们炸点那个鸭翅肉，那个越货家们都吃点。来来来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来摊儿了？钱能挣完啊，是吧？不是，你在这想起来成来了，叫太忙太忙的。歇了是吧？就是的，我也把黄的在老那啥凉快了。哦，家里呀。家里。把黑的怎么弄啊？家里。哦。要啥呀，哥？你咋不喝这个水？你这挺忙的，也不少。那老看就是挺忙。哦。我这天天的这叫脸红脸红，哎呀，我说这个活着要整两天日，很容易心疼一些吧，啥？嗯。这就是40多度，没多热的。啊。对吧？俺家还一直，我就是那里妈妈叫我在家里。是。这个活儿也长。还跟俺们大爷在家，我呀，活干一天不愁啊，有日有日。在这里养一天。嗯。都有了，哦，别人吃的，别人吃的，给我的手也得，别人吃的，别人吃的，两碗面。
哎，哎，换了个。不行，嗯。俺大爷买的，挺正经，挺摘。挺炸的，吃吧去。挺知道事儿，对吧？不行。这给你炸几片，给吧，给这个。我给你拿好一会儿来，是吧？要是扎这个号，然后还有这个嫩嫩们，一个是洗开了，那没那没什么，一会儿把这个这个月一会儿不行。你假如那没事把这几个嫩嫩诱惑出来。